こんにちは、ゴーと申します。今ここからちょっと中国語で話します。ここにいるの中国人観光客さんや、台湾人の観光者さんのため、ちょっと中国語で話します。如果有听到我在发言的中国来的观光客朋友们，或是台湾的朋友们，那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边会有这样的机会？那这个团体基本上是支持台湾的，然后呢，特别是我想希望说对在场会讲中文的，特别是中国来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因为基本上。我想观光客大概都听不懂这些日本人在讲什么。那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这个团体基本上是支持台湾的。那我只是希望说，来到这边的中国的观光客朋友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我刚才看到那个摄影大哥，他背后有一个旗帜写说中国跟台湾是兄弟国。台湾跟日本是兄弟国。其实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很亲切，可是如果你在台湾看到说有人背上写说那个中国跟台湾是兄弟国的话，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太舒服。那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一样中国跟台湾用中文，可是距离却拉了这么远？可是日本人用日文，那台湾人用中文，为什么台湾跟日本的距离这么近？这个问题应该要想想看哦。这个问题台湾人不需要想，因为台湾认为很自然。比如说，之前三一大震灾的时候，明明日本就是比台湾还要国民所得是高过台湾三倍的国家，为什么台湾会捐了全世界最多的金钱给日本？很简单，不是因为台湾有钱，台湾的经济发展过去十年来都很差，而是因为台湾人关心日本。他们只是觉得担心，心拜大家，他们只是很担心日本，如此而已，很单纯的感情。那这些日本人，他们没事假日不休息，然后来支持台湾，其实也是一种对台湾的关心。为什么台湾人没有办法，就是说发出内心的对中国有那样强大的关心？也有，比如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为什么是反而是说对一个比台湾还要经济发展的国家发生事情的时候会这么紧张？那就是因为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友谊已经相当长的历史，而且历史对于台湾人来讲是很自然而然的情感。再举一个例子，下个礼拜的台湾的总统大选，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大家都知道，下礼拜的总统大选，民进党的蔡英文会当选，从过去的民调来看，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国的朋友，你应该会觉得奇怪，民进党不管是他有没有讲出来，大家都知道民进党就是一个台独党，然后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统一党。简单来讲，他们两个立场在阶级上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可是在于跟中国的关系的上是相反的。为什么经过从1945年到现在，经过了71年国民党主导的那个亲中国痛恨日本的教育，到了现在台湾人还是很轻易还是会去支持一个台独党？不是因为所有支持日本的人都是台独，不是所有支持台湾的日本人都是右派。这种区分法是中国政府教你们的，请你们好好，如果你们现在特别是中国的朋友们，你们现在不在中国，你们在日本或者在台湾念书，或者在日本念书，请你们张开眼睛看看外面的报道，看看各方面的讲法，你们就会知道台湾人跟日本的友谊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那不是中国政府跟你讲的那样子，凡是日本人都是侵略者，凡是台湾人都是台独，不是这样子的。我也没有很具体的答案可以马上告诉你们为什么，只是说希望你们在日本留学或者说来玩的时候，没有像在中国内地这样媒体垄断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多看看大家的讲法，包括包括上网搜寻台湾研究论坛，就是这个组织台湾研究论坛，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台湾人跟日本的友谊为什么会这么近，而反而跟中国越来越远。
有一简单举个例子，中国的官员包括省级的干部到台湾去演讲的时候，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台湾那边的政府会把台湾自己的国旗收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因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是亲中的，所以他怕包括省级的干部不高兴，他都会很担心。可是呢，那你以为这种事情对老百姓没有影响吗？老百姓心里怎么看？特别是年轻人看了就堵烂了。所以希望，特别是我现在用中文讲，这边是日本，我用中文讲就是希望能够听得懂中文的中国朋友们，放开你的心胸去看看这些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还有这些日本人，这些看起来 像是右派其实不是的，这些日本人他们在想什么，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台湾人跟日本的友谊为什么会如此的坚固。台湾呢也在连线看着我们这个节目，你要呼吁一下台湾的朋友要一定要去。这个如果说台湾的朋友在看的话，那就是呼吁大家去选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昨天在 PPT， 要有人传给我一个 PPT 的那个讲，说有一个那个学生在 PPT po 了一篇文章，说他要从日本买机票回去台湾投票，然后被很多人虚报，然后说又不差你一票，那蔡英文一定当选。那这是 PPT 上的例子，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就是找到联大学的外国人研究者，那我就认识一个今年刚满20岁的一个小女生，来日本留学，今年20岁的女生，她今年第一次有投票权，然后她跟我讲，她买了机票，就是15号、16号、17号三天来回，为什么？三天来回很明显的没有办法过年，对不对？三天来回就是回去投票，买了一张机票就是为了回去投票。所以啊，各位在台湾的朋友们啊，不要借口说你在高雄啊，你在花莲的，你要宿舍要搬出来哦，没有那么夸张啦，从日本都回去了，那个机票来回机票再怎么便宜也要7000-8000块台币啊。所以请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回去投票，一定要回去投票。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投给那个蔡英文，或是一定要投给谁，只是投票这种行为，再讲一句啊，这边的中国观光客朋友们，在你们对于台湾质疑的时候，你们先有投票权再说哦。这一点就是台湾，你们可以期待在这个周末，你们会看到那个华人社会第一个女性的总统，而且是第二次的民进党的总统。所以呢，那简单的讲，反正如果在台湾的朋友，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没时间也要回去投票了。那在这边都，那我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的朋友，她从加拿大回台湾去监票，那她是大概30岁，然后她从加拿大回去，然后当然一方面是去回去过年，可是另外一方面她自己主动报名要去监票，因为这次很有可能在投票场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在台湾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务必要去投票，不管你投谁都没有关系，你投国民党也没关系，只是要执行你一个做一个公民关心政治的权利。谢谢大家。这张票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一次哦。那国际社会会看到我们冲出来的票数呢，让去辨别说我们台湾人是站在哪一边的。那我们就要把票数冲高，让国际社会知道说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国家，台湾要建设自己的国家。さっきの郷さんの喋った台湾中国語は、今ここにいらっしゃる中国人観光客や台湾人に向けて発した言葉です。まあ、中国人いろいろ台湾のどうのこうので自分のものだ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まず中国人にその投票の権利があってから台湾について言う資格がありますので、そこら辺をぜひ1週間後の台湾選挙の結果を見て台湾はどういう国かぜひ勉強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ね。本当によく、皆さんお分かり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ずいぶん渋谷には、白大陸から来た人たちも多いそうですけれども、
中国のものだ、なんだかんだという前に、あんたらの国は一度たりとも建国以来、まともな選挙やっ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と。選挙をやったこともないような連中に、民主主義国の台湾が言われる筋合いないわけであります。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まあ、言ってくれ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どね。まあ、でもそう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現実に、中国がなんだかんだという人たちがいますが、選挙を一回もやったことがない、民意を問うたこともない国が、偉そうな形で、アジアに覇権を捉えている。そういう中で台湾はものすごい圧力を加えられながらも、きちんと民主主義の中で政権交代を行い、そしてついに16日総統選挙、立法院選挙で真の再び台湾人による台湾のその総統を選ぼうとしています。頑張れ台湾、加油台湾。日本人は台湾人の、台湾は台湾人の国であるという民主自由独立を断固として支持すると、そういう連帯の、今集会を開いてい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す。